对，就是这里。老头打的怪有点像黑暗灵魂三第一只身上被捅的。你说那个灰烬之王吗？新王，前任新王，对不对？这有什么鬼东西啊？背上长手手。Did you find it? Well, I don't know what I found. 飞翔安。I think I saw some demons dancing. Well, then I guess we keep going. The devil sword Sparta is nearby. Sparta 魔剑。我当然知道是怪物啊，因为长得也太恶烂了吧？手长在背上的。It's coming from the Clyphod's root. 铁甲犀牛，什么东西啊？哇，我的厝哪样呢？我的厝倒去啊！这是暴锤龙吧？暴锤龙是你。哇！我的那只老鹰直接秒杀欸，夸张！老鹰直接秒杀，爆笑！挥下去！哎呀，被打到了！哎呀，洗一把脸。No。喂，可以骑乘呢，死给。你应该会玩困难。他现在这个模式只有新手模式跟恶魔猎人模式两种而已。你要玩困难，你可能要先一周目哦。他好像没有最难的模式先给你，他好像是要到你一周目破完才会有的样子吧。没得选，他只有两个模式啊。看到这边有什么隐藏的地、隐藏的关卡之类的，好像没有。哦，哎呦！哦，他从这边破墙送东西了，好爽哦！
结束。用巨像开到了隐藏的路。嗯，那这样有两条路，要走哪一条？这条我还没走过哎。 好像两条都可以走，是不是？我要走那个巨像破坏的那个地方，尼哥破坏的那里。离心角色好用吗？嗯，该怎么讲？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德鲁伊吧，死灵法师还是萨满之类的，他会帮你。 你们考连续剧这样子，搞到三 S， 哈哈，随便打又有三 S 啊，莫名其妙。 可是这种操作的话，就是玩法完全跟你那个尼路玩法完全天壤之别啊！所以说，等到你回去玩尼路的时候，你会又开始不习惯了，整个会不习惯啊，有点小麻烦就是了。哦，就真的挺不习惯的，就是了。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进去之类的？照这样来讲的话，这边应该是可以通到后面的门，是不是？走看看。哎呦！
哇！我的豹哥根本打不到他，我打到了。但丁的武器，这一代但丁最好玩，我还没有玩到但丁，目前还没玩到。哎呦！西内，呜吼，呜，再一下。然后我要跳哪里啊？这是外面嘛，对不对？那我是走这，对不对？我会不会跳错边啊？哎，这不是我所想的那里哦，我是搞错了，对不对？哇！结果那边我们还是过不去。这边要怎么拿啊？还是无解呢？再一次好了。我觉得应该再过去一点吧。正规路是刚刚那个洞穴。没有，我现在要拿那个魔石啊！嗨，安安，谢上高安安，你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们刚刚到了这里之后，这边就过不去了。别墅？什么叫别墅？这边跳下去就没路了，就过不去了。这里，这边不可能过去啊！你也不知道、哦、？No， 我妈不知。算了，我放弃了。I need you. At your pleasure. 搞不好这边又需要用到我们的尼哥，把它撞破，有没有？好，看来这也是无解了，算了。要不然我们在这边召唤看看好了。Enjoy the taste of... 我就知道是会这样，是不是啊？学到了耶！今天怎么那么早开哦？对啊，我想要赶快把这游戏破完啊，破完就可以捡一捡了耶， yeah! 好爽！哎，没吃完哦，以后知道怎么拿了吧？啊，老头现场教学，会不会？会的，会的，会的。这边还有一个可以玩呢，齁，秘密任务可以玩呢。20秒内消灭所有的恶魔。我只享受剧情，好不？嗨，想睡觉，安安你好，娜娜安安。哈哈哈！怎么来得及呀、啊？可恶！我一开始就要召唤我们的尼哥了。尼哥从天而降！快点！哎呀！压榨！啊啊！成功了！突然 SSS， 哇，好紧绷！我的天啊！有，差一点没有拿到。我要9点半才可以回家，老头这么早就直播了。啊，没关系啦，就留着看记录打嘛，好吧？对啊。我今天早点直播是想要赶快早点把它就是破一破，然后把它剪成一片，就这样子。好了，可以更深入了。哟。想起了妈妈。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n't. But the past is a bitter place for me. 痛苦的记忆。那个怎么拿？
我觉得有一个画面你可以捡来当怀念，什么画面？但丁被挂在墙上吗？但丁很喜欢被刺，你知道吗？好像每一代他都有被刺的画面欸。我看这一代应该也不例外啦。很喜欢被自己的斯巴达之剑刺死，然后又复活这样子。 滑雪橇。 之后就知道了，哦，不要破坏古文物，这个是我的老家哎，哪里有古文物啊？你倒说说哪里有古文物？Quite possibly, he has no reason to keep Dante alive. 没有理由让但丁活着，什么意思啊？嘣！ 靠！要被拔，妈铁甲犀牛，乱糟糟。 那乌鸦叫闪电鸟好了，闪电。
闪电！破坏古文物的时间到了。这边空间这么大，哦，却没有一个机关门之类的，好不？If we had the Devil Sword Sparta, Nero might just be able to defeat him. Almost there. Hey, you gonna make it, V?差点掉下去，原来是在这里哦。这乌鸦，我想把它打死。还好啦，它也并非就是完完全全很吵嘛，对不对？就还好耶。哦，剪刀女来了。很会挡哦。防呆不会下去。对啊，防呆不让我下去。这边都是血，从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是番茄酱。有电话亭，可以call个电话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出场的。我猜，撞门啊，撞墙壁。那格挡手术我练过。哎，靠腰电话啊？他干嘛把拐杖拿走啊？幼稚了！哈哈哈哈。再玩啊，高胜，干笑死！哎，叶放林，叶放李安安，你好，这角色是玩尾刀的，没有错啊。伤害弄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用我们的 V 先生去把它做个尾刀。尾刀流，哇！
额不够钱。只好先买这个了，压压惊一下。好，行。货真价实的魔剑斯巴达，他从哪里看来的？从这里看来的。哇，原来魔剑斯巴达长这样。哦，在上面啊。我怎么感觉那一把剑插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啊？You know your endless worshipping isn't making the Sparta any happier. 他崇拜那把魔剑啊！你要一直跟着我啊！Oh no！ 我这还有 SS？ Are you sure？ 头文字 D。好，终于要拿到了。我记得这把武器在三代有出现过啊，那时候好像是谁拿的？放血啊！崔西嘛，那时候是崔西拿的嘛。一代好像也有啊，一代啦，崔西拿的那一把嘛，一代有出现过啊，然后四代的 DLC 好像也有，就是崔西的角色，就这一把、啊，然后我们又把它拿回来了，斯巴达魔剑。哇，也太重了吧！无法驾驭。It seems this sword is still too strong for me. So close, though, so close. You got a lot of heart, kid. You really do, but you're a bit of a sissy in the strength department. Oh, hey, no offense, son, you know. That kid Nero, he has the strength. It speaks. 野兽开口了。好、哦，但丁倒在那里，已死亡。所以说是我释放了他，然后该不会又要再被插一次了吧？我觉得有可能。四代教皇哪的？晚上好，嗨，老杨安。太瘦弱，拿不起。The Devil Sword Sparta was concealing Dante's presence.
How does one friggin' guy have so much luck, huh? No. Get a grip on yourself now. Come on. If only you could defeat Urizen. If only. No. V. No. Whoa. If only you never existed. Then I. Ah! 哎，静止不动。S， 哦，所以说就会说刚刚降落下来的那个是但丁是吧？他又重新复活了。